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，它有着3000多年的一个蜀文化。2020年的时候来到四川创业，做文化教育事业，把我们台湾很多很优秀的教育品牌带到四川，由我们台湾的青年跟大陆的青年一起携手进行川台的教育融合。2021年来到这边，我当初过来是因为知道川大的口腔很厉害，我觉得是做一个桥梁的作用吧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吧，看到更多的不同。来到四川之后觉得特别的亲切，一方面四川的气候水土其实跟台湾很像，热情跟亲和力也是跟我们台湾的民情其实是很像的，所以说我一来到四川我就定居在这个四川了。然后目前在成都从事新能源露营度假村以及新媒体的行业。成都的文化就非常包容，来这边9年，然后我也看到成都的飞速发展，现在在成都从事金融工作，这边的营商环境也有很多很好的平台，提供了我们一些政策啊，更有利于我们来这边创业，让我们能更好的融入城市，融入整个营商环境。我希望呢，两岸三地的朋友，只要你愿意跨出来去看一看，都会是你的幸福之地。也希望有更多港澳台青的朋友和我一样，一起回到祖国发光发热。希望我们两岸三地的青年可以友好交流，构建我们未来的梦想，出一份力。我相信两岸人民会更加的紧密融合。作为我们青年代表，那我们肯定是在成都，在四川讲好我们香港故事，在香港呢，讲好我们成都、四川的故事。